2022年12月31号，天主教台中教区为勉励教友家庭以圣家为榜样，由家庭委员会筹办的庆祝圣家节及表扬夫妻婚姻周年纪念祈福感恩祭典，于双十路法蒂玛圣堂举行。今天，那我们看到做祭祀的穿戴哈，那好像我们又回到30年以前，那时候那么多的人的祝福恭喜哈。邱来顺副主教致欢迎词后，颁发与会婚龄50周年以上的夫妇教宗方济各降服状，婚龄30年以上夫妇颁发教区降服状，启勉教友家庭效法圣家的榜样，分享圣家的信德，追随圣家互爱互助的家庭美德。今天在节目中，请大家聆听台中教区秘书长及若望神父阐述婚姻是圣召的经义。可敬的副主教，各位朋友们，今天我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新人，好开心啊！今天神父在我们当中想要讲婚姻的美德，或是婚姻为圣召，家庭的和谐，家庭的重要性。有人会说，神父他从来没有结婚，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庭，难道他可以跟我们讲关于婚姻吗？关于家庭吗？我跟你们说，我有结婚，我有我的家庭，我有帮助很多很多的青年结婚，我主持很多的婚礼，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我有我的父母，我有我的兄弟姐妹，我有我的阿公阿妈。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婚姻。一个月两个月前，我们的家庭关怀组要我来这里讲几句话勉励大家的时候，他们说了我要讲一些关于家庭的事的时候，我也在想，家庭这是什么？家庭难道以两个人、三四个人、五六个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吗？这不是一个地方哦。家庭难道只是一个关系吗？先生、孩子、先生、太太、父母、孩子、爸爸妈妈啊，或是兄弟姐妹，这些关系而已吗？也不是哦。家庭是一个生活方式，家庭成为一个生活方式，不可能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吧。我的家庭生活方式，你的家庭生活方式一定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有了天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在行走的路不一样，我们的路不同，很多很多的路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主所降福的，我们的家庭是天主所建立的。所以呢，当天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算我的意见你的意见不一样，我们还是往前走。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吵架了，
他们成为夫妻已经有20几年，今天吵架，吵架很厉害的时候，太太就对先生说：“我不要在这里了，我过不去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庭，我不要这个婚姻，我要离开。”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太太跟他说他们要离婚，第一次听到他的太太说他受不了了，就很紧张。先生说：“好吧，那我就怎么办？我的房子给你，我的车子给你，那我呢？我也给你呀，我也给你，你去哪里我就跟你一起去。”这个太太还能说什么吗？她就笑得出来，就打开门出门。先生说：“你现在要去哪里呀？”太太说：“我去买菜回来。”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都有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没办法，好像没办法继续往下去的时候，往前去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低头，只要有一个人说我爱你就够了，完全就改变了。如果两个人都在硬硬的，就没办法，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婚。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一对夫妻60年成为夫妻的，他们前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彼此的尊敬，彼此间的爱。我们也有听到了一对刚才庆祝30周年的夫妻来到前面，他们说了他们的痛苦怎么样，但是今天他们如何感受到天主的存在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个天主的爱使他们今天还握着手一起往前走的时候，难道这个家庭没有什么痛苦吗？一定有啊，但是呢，这些痛苦并没有天主的爱那么大，天主的爱超越一切了。再痛苦这个家庭也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在痛苦当中天主在那里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昨天我们庆祝圣家节日，今天我们在这里还在庆祝同一个节日啊，圣家节日的时候，今天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平常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做什么？特别感恩感谢天主啊，我们感谢天主这一年来或是这一辈子来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样夫妻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感谢天主是给你们这个家庭啊。我在这里也是在感谢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感谢他们啊。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天主的召教。我们说婚姻是一个圣召，很多时候你们看我身为神父的说我是有圣召，我看你们身为夫妻的，我说你们有圣召。
圣召不是成为神父，不是身为修女的而已呀，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邀请，都被天主拣选，为了要完成他的圣意。圣召不是一天的事情，圣召不是来到耶稣那里而已，不是哦。圣召是一个责任，我一定要去完成天主为我所有的计划，这才是圣召。如果我成为神父，如果我以为成为神父就是一个圣召，之后一切都完成了，那今天我要做什么？没事啊，我已经是神父了，我已经是神父20年了，没事啊。难道我完成我的圣召吗？并没有。圣召就是必须做好天主为你所有的计划。今天天主要你跟你的太太成为一个家庭，你跟你的先生成为一个家庭，那你有没有什么责任？天主给予你的使命，我们要问问自己，婚姻是一个与天主一起合作的机会，在他的创造过程当中合作的一个机会。这不只是生育孩子啊，生育孩子谁都可以生育孩子，但是好好的养育孩子就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个年轻人还不到30岁，他就在法官面前，法官看到了，听到了他的恶行很多很多，就判死刑。最后法官问这个人说，你最后想要做什么吗？想要，这个人就说，我想要看见我的母亲。他们就叫他的母亲过来，这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就哭了，哭得很惨啊。之后逃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胸部上咬了一口，妈妈叫，很痛苦，很痛很痛，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个儿子对母亲说，妈妈，今天我被判死刑是因为你，因为你。当我小时候，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偷拿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都没有说我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你都没有跟我说我不可以这样做，而且你又赞美我多拿了一些东西。我以为这样的行为才是对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去哪里都拿了多一些的东西。今天我成为一个强盗，我成为一个强盗是你教我的啊。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是60年的夫妻，30年的夫妻，我们是天主召教的人，天主拣选的人，天主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成为夫妻，成为父母，天主是给了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恩宠。
我们有没有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成为义人呢？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样？每一个主日都会来到圣堂，听听神父讲道理，听听福音，主日弥撒完毕就参加主日学，老师跟他们讲了几句话，他们懂得一些祈祷文，回家。回家之后呢，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的父母在家里读经，没有看见父母在家里祈祷。老师在圣堂说，饭前饭后都要祈祷，但是我们的家里，我的父母没有祈祷的时候，没有感恩的时候，我这个孩子怎么会学习呢？下一次我听到就是在圣堂里啊。难道这就是我们成为父母的责任吗？有一首歌我们都常常唱的，你们可能没有这本书没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最爱的你，大家知道吗？我最爱的你，可不可以一起唱一次？静静望着你，默默想念你，让我热切爱你，你是我宝贝，握着你的手，触摸我的心，仰望天上星空，你是最美丽，你爱我有多深，我爱你千万分，你爱的有几人，我最爱你一人，问主你要什么，我只要你的心，你要我如何做，一生跟随你，不要怕不要慌，风会停浪会息，你要全心依靠你，我会在你身旁，不要怕不要慌，风会停浪会息，我要全心依靠你。60年前结婚的我们啊，有记得60年前的那一天吗？那一天我们可能在圣堂里面结婚的，我们记得吗？我们记得哪一个神父为我们主持婚配弥撒吗？我们记得哪一些朋友来参加我的婚礼吗？我们的可能还记得吧，还记得。但是大家不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天我的许诺，当天我对我的太太的许诺，我对我的先生的许诺，大家忘记了。很多时候一些朋友们来到我这里说家里所发生的一些小小的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的先生对我不对，我的先生没有再爱我。我听听他们很多很多之后呢，最后我跟他们说，你自己记得当你们结婚的时候对你的先生的许诺吗？我对那个先生说，你记得对你的太太的许诺吗？今天雷斯弟兄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接受你为我的太太，
从今以后，不论状况怎么样，是富有的，是贫穷的，是健康的，是痛苦疾病的，我都会爱你，爱你到我去世的那一天，爱你到我去世的那一天，不管环境怎么样，我爱你。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也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但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首歌呢？忘记了我们的许诺呢？亲爱的朋友，我们以为结婚是别人的责任，他要努力使我们的婚姻能够成功，不对哦，是我们的责任，我你一起努力使我们的婚姻能够成功。有一个家庭，这个家里先生在外面工作，每天比较晚才回来，太太在家里也是整天在工作。她爱她的先生，她准备给她的先生所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孩子自己也感受到很安全很幸福，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家里成长。有一天晚上先生回来的时候，太太就给了他一些刚才做完的饼干吃，但是太太已经知道他今天所做的饼干并不好吃，因为烧掉了很多很多油盐味，但是他以爱准备的这个饼干，他就放在先生面前，孩子坐在旁边，太太也有坐在那里。先生开始吃一个饼干，第一个他就慢慢的吃了，吃完了他又拿了第二个吃，第三个他又吃，孩子不肯吃一个，太太一直在看着他的先生，我的先生怎么会这样吃呢？这个饼干饼不好吃啊。当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在房间，孩子听到妈妈跟爸爸说，真的不好意思呢，今天我所做的这个饼干不好吃啊，你还是吃了很多呢。爸爸说，亲爱的，这样的饼干我还是很喜欢啊，你以爱做的饼干我都喜欢，我还想要吃一些啊。第二天孩子问爸爸，爸爸，你真的喜欢吃这样的饼干吗？不好吃的耶。爸爸说，孩子啊，你妈妈在家里整天都在工作，她也累了，今天她做的饼干不好吃，真的是不好吃，但是呢她以爱做的呢，我们吃了一个不好吃的饼干也会死吗？不会呀，没关系呀，让她开心啊。亲爱的朋友，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方式啊。成为人的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的家里父母看待我们一样。今天在家里我怎么样看待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明天我在外面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今天爸爸把饼干丢出去，
你做的都不好，我不要吃。明天这个孩子不会尊重任何的人啊。但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里的孩子呢，明天他遇到了怎么样的困苦的时候，也会知道这些人真的痛苦啊，这些人也有劳苦啊，这些人有经历过啊，但是他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啊，就好好的接受吧。所以婚姻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系。我怎么样面对世界，就要看我的家里大家怎么样面对彼此啊。耶稣基督说过了，婚姻是一个圣事，创造人的天主这样说，人即将离开他的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在一起，他们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马窦福音告诉我们一体了，天主圣三，他们不再是三个哦，是一体哦。所以我们的圣召是要反省天主圣三的生活，父母孩子一起为一体，这是我们的圣召。在他们那里，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那里有了爱，以爱有了一个结合。今天在我们当中，这个家里圣三就是父母孩子，刚刚有人说了 family， 爸爸妈妈我爱你，我们有这样的结合吗？亲爱的朋友，我们来一起祈求仁慈的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赐给我们的家庭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恩宠，使我们都能够效法圣家的美德。祈求天主降福我们。谢谢大家，谢谢。